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，手速对决。手速对决，两名对决者在椅子上坐好，并将双手放在桌沿上，等待信号灯亮起。信号灯一共有六种颜色，当信号灯亮起时，对决的双方拿起玩具手枪击倒对应颜色的木牌，木牌倒在对手区域就算得分，率先击倒两块木牌的队伍获胜。十一个人分成五人组和六人组进行对决。现在请两队派出第一组出战的队员。我们先派一个最弱的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深深，张医生笑得太大声了。来，传统习惯，打个样，怎么样？打个样，让招兵来打一下。这我上啊？上吧，来吧。第一组成员请就位，请把双手放在桌沿。哦，这个好紧张啊！好紧张啊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这不是黄吗？哎呀，这是绿。不好意思，比哥，你这么多年你隐瞒了什么？你有驾照的吧？有驾照，有驾照。周深，他打完之后现在有个黑点儿。就这，我正式成为了反应协会的会长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气势全输没了。老秦，来，老秦，你呀、啊，你来嘛？那你就必须对我呀！来来来，我觉得你俩好，你俩世纪之战，真的。哎呀，你什么过程？拿出来嘛，拿出来玩嘛。从装弹开始呗，装弹加拉那个上膛。请把双手放在桌沿。也从上子弹开始，越玩越大了。白色，哎，下来，哎，下来，继续，拉一下，你两个，你老打探针，你这是照脸上打的，他老打的脸就被我。再来，慢一点，我感觉你就没我其实带了那么点小情绪在里面，确实是有那么一点。请两位继续准备。老秦，不要带情绪，冷静。黄色。你太侮辱人了，你太过分，太过分。哎，还这样，他在那等。白鹿带情绪了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红色。
右边。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，就是不可以输给秦少年。告诉我有没有水今天？你俩早说呀！你俩最后上换飞刀，就不用这个，你俩飞刀。咱一把没赢呢。一把没赢啊！你上吧，你赢一把。我上吗？你赢一把，赢一把。来，我来。你要加油 ，BB 姐很厉害的。不行，菲菲姐眼睛太大了，她看不清，她太强了，你当娱乐吧，宝贝。Baby， 咱们组得翻盘了啊，这把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紧张吗？就这么紧张吗？天津噔噔，像东陵。哎，不能唱歌，这两人可以抓走了。嗨，还没开始呢。还没亮，等等，我们头两把是白玩的吗？白色，哎，确实有点紧张，真的紧张。而且戴上这个眼镜，那个光一变，我看不清这个颜色了，是吧？眼镜的问题，不要再找我了，透明眼镜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。跟眼镜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子，没事，我只要一个倒就行了。这个颜色是紫色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分清。你都第三局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他好不容易亮一回，我要看一下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绿，绿，哇！糟糕！原来玩这游戏眼睛大，好像有点优势。菲菲姐真的很快呀，打得真的很快。我要求能不能派一个厉害一点的跟我玩？哎呦，完了，我被小看了。进来吧，可以，来吧，我去吧，我去。好。我们线上的好吧？好。哦，爸爸，试一下，三二一 ，OK。我来。看来手还是不够长啊，新哥。不是，是我们的胯不够软，你看，已经极限了，再弄裤就该开了。你这个造型可以啊。哎，你俩往这一坐啊，我发现这个局势跟这个气氛瞬间就紧张起来了，就像西部牛奶，噔噔噔噔。现在唱歌把他抓走。我唱歌了刚才。抓走。我现在严重怀疑，有的人是故意在唱歌完成任务。这你都看出来了。这个人已经下一局不用参加了。原来是你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都有姿势了吗？现在已经 ，pose 一定要摆好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红，我，太快了，太强了！没事，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这种时候是不是要放松一下？左边。生秘书，B为45的，来快 ！B为45的，来！快！教练上！这个很像拳击中间休息。
第二枪，请准备。第二规则，来转过来。哇，他背过来，所以越来越帅了是吧？对啊。不是，但你得看清颜色呀。不用啊，颜色出来你们就砍钻就好。哦，好好好，可以。别翘二郎腿了，一会儿来不及转了。花里胡哨局是。巅峰之战，到底鹿死谁手呢？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。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呢？二选一，究竟会眷顾哪一家？好累啊，还没出来吗？藏出来。白色。藏出来。白色。完了！可以！关键是我都没打中。白色，我们作弊都没做成，我还补了一枪。你留着，他们最后派一个强的跟你对干。我们俩站着玩。来，咱俩展示一下咱俩的。来。准备来。假如说啊，紫啊，三、二、一，紫。你下去吧，要不你要下去吧。沙哥，刚才颜色都是你选的。颜色都是我选的。我早就知道紫在哪儿。你下去吧。并不是。没事。那咋的？那这样吗？不这样还是这样吗？难道你那只能是这样吗？不好看，这个。那这样，这样更奇怪。来吧，来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试试可以不可以？太油了，救命啊！这个时候我要喝一个安慕希去去油，解解腻。我不行了。这样啊，咱俩增加难度啊，掏出来之后拉栓啊。好，来吧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请准备。转身呢？耍帅耍起来！转身拉枪栓，完开枪啊！可以来，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来，红红。来，红红。里边没有摄影机，这种摄影机。我感觉好像我没打他，怎么就倒了呢？是枪崩在这儿吗？是我打中的。来，好。啊！
哎，是郑凯帮他打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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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时我擦，我在那一瞬间，我子弹啪。接下来五人组决定你们出战的成员是谁？你们自选吗？谁想玩？周深，周深，你觉得？你确定吗？你来，你来。我觉得我打不过凯哥。你去，你可以的。那咱俩怎么玩？大象鼻子转，我觉得那有意思。那我这芭蕾功底，我。我跳起来转可以吗？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红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二个，三，第二个。哥，第一枪你瞄的是绿色，为啥呢？好晕啊！好晕！好晕！好晕！这个越转越晕。好，请两位继续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换一换？换个什么呢？还是从穿马甲吧，就原地穿马甲拉枪，玩的挺花。你越来越油腻了，凯哥。真真不比动作，咱不跟他比动作。别！第二枪，请准备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！黄色啊，最旁边啊！黄色啊，最旁边啊！哎，哎，哎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就是有点狼狈，这个衣服，这我衣服就是这样穿的。第三枪怎么玩啊？这样吧，从这里开始吧。好了，我那 RB 给你了，可以吗，郑凯？预就预备开始，我来想。哎，可以试试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这是考腿力的时候啊。白色。我卡住了几步。输在了腿上，全凭反应。你凯哥赢的胜算不是很大，你凯哥把各种花活都给你揉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目前两队比分打平，接下来请两队派出成员一枪定胜负。坤儿上场，来吧来吧，我们 boss 都是压到最后。我上啊，我们还有几个人？只有你了。还有人信来吧？那肯定要坐着玩啊！来。什么都能打是吗？都能打，随便打。那我们坐中间很危险。不打脸啊！太棒了！对，我们也挺开心的。一开始我还嫌弃我们队，没想到就晕了。一切都是天意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我没唱啊，我说，终究已注定。你好严谨啊！我相当严谨，本期主题我牢牢记得。好，那恭喜在这一项任务当中，我们的六人组获胜，恭喜各位。